滚的山势后面，一片奇异的石壁突然裸露了出来。这片石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，情感不顺，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11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8213511。塔拉有着20多年的专业考古经验，职业的嗅觉告诉他，石壁背后肯定有着不寻常的东西。淤积的泥沙被清理走后，木门完全暴露在了阳光下。一把锈蚀的铜锁紧锁着年深日久的古墓。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担心这门后藏有机关，他们在小心翼翼地探查着。在木门下，塔拉发现了一些东西。这是一大一小两个铜铃铛，显然它们是随葬品。